这个放进去之后，是不是加上水就可以直接开始炖了？哎，不行，先煮开了，拿冷水冲一遍，冲干净了再开始炖。 医生还得再住院观察几天，怕有别的并发症。彤彤和头上缝了5针，流了好多的血。医生说，可能是脑震荡。这几天我妈就一直喊着头晕，我就觉得她肯定是累了，睡几天就好了。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，我怎么就不当回事儿呢？ 没事啊，咱以后就知道了。他连自己都顾不了了，他还怎么顾得了彤彤？燕儿，如果不是他俩都出事了，我肯定不会给你打电话的。我真的不知道找谁。你找我就对了，你放心，有医生在，一定会没事的啊。 就让别人剁好了送过来了。小心手，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啊，差不多，这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这个都放进去之后，是不是加上水就可以直接开始炖了？哎，不行，先煮开了，拿冷水冲一遍，冲干净了再开始炖。啊，这么麻烦。食材都准备好了吗？食材，葱。 姜蒜、党参、红枣、香叶、莲子、枸杞。哎，枸杞忘买了。微波炉下面第二个抽屉。哦，我找一下啊。里头还有桂圆啊，也可以放一点。盐最后再放，一点一点的加，淡了总比咸了强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哎，怎么了？切到手了？没有，开盖的时候被烫了一下。 你不要总开锅盖，你就让它炖着，炖一个半小时以后再说。不对呀，你之前不是给我炖过鸡汤？就签约仪式那天，你怎么？我们不来了，先挂了。不是散会了吗？我呀，再补充几点啊。 这世界很酷。